小太阳大暖炉都在外面头前啊。哎，真正是痛不痛啊？哎，你放手啊！不管安怎，我都无想要生迄个刘大力的囡仔。在公司我要惯习我这张面，因为从今摆开始，我的电台就要出现了。这就管理大川集团的人，不是我哥，是我。这哪有可能？那也无可能。我爸这阵啊，应该就是看到我的表现，发现吼，我确实有遗传到伊的心怀丑陋，还佮有心机，所以才会放心把伊的大川集团交互我来处理。毕竟我那算是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我不相信，恁爸为较早到今嘛，拢是要把大川集团交予恁哥。若无，伊袂用心计较，就会等恁哥恢复正常，嘛一直吞论伊这个变态人格。无唔对，我爸对对门的期待是真正足悬的。不过对门这届，唔那是甲我爸硬吹硬挤，唱反调尔。伊是去替张仁心对付阮爸，因为阮爸的后脚害阮爸掠去关。你讲，等一个恋爱等到连家己的爸爸拢无要爱，像这款人，阮爸会当冤枉伊啥？上不正就下歪，恁爸家己就是这个社会混乱的源头，教出来的囡仔会外正派，好家己的后生反背。多好呢！听讲勇士迄场瓮中捉鳖大对阵，你老妈伫遐。安娜，亲目睭看到阮爸和大家设计，和健康阿造，应该比任何人拢更加欢喜哦。我甲恁爸原本就有冤仇，不管是谁，想要创治伊幼儿后脚。我拢会拍破啊！我嘛袂放过任何用口说伊的机会。像伊这款恶毒的人，落水予人抓去关，是真正常的代。嘛是啊，暗路行久啊，总是拄着鬼。阮爸确实需要食一寡甜的，啊，个性改改，才袂一天到晚拢想要设计别人。不过是要安怎？我听阮爸的口气。伊敢那是伫内底过一个水尔，未来底上久哦。你的意思是，梁静川真有把握，伊真紧就出来？嗯，我是无法度确定啊，毕竟伊的心思无人抓会准。伊安尼讲是讲真的，还是因为爱面子才讲的？我是真正看袂出来。不过我会当确定的是，伊真嘛。真正无介意对门，所以才会叫我代理的职务。以后监督甲管理大川集团都是我责任啊。所以你就任头一件代志，就是来遮甲邓宏贤。哎，我以后伫公司看你的名声。你以后敢有好名声通看，还佫有未来日子，敢会好过？迄段看你的表现啊，不管是伫厝内还是伫公司。啊，亲爱的老公，你都爱较早接受这个结果，对我较好诶。呀，我应该感谢伊呢，感谢伊这个智障恋爱脑，我才坐到大位。
啊，只是哦，未来这戴蒙甲张仁宪的话凄惨，我真正唔敢想。看真燕的表情，应该是听出我的意思啊。安尼，都完成我的目的啦。飞弟，大川以后就换我做主啊。虽然讲你这个副总裁只是挂名挂好看，不过以后大小姐我若是有代志要找你，你就要随传随到。若无到时，我定想办法把你接过来。你莫叫是我会惊你。唔惊就好。好啦，我应该讲的拢讲煞，我都摆伫只甲你抬杠啊，我阁有布达会代志要无用。